新测一下带你看到，剩下不到半个月就要跨年了。25万名网友呢，票选出了2014年全台北中南东最赞的迎接曙光景点，包含了新北市福隆、南投五城、基隆山，还有嘉义阿里山、台东太麻里等等，都是榜上有名。我推荐有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像太平山，太平山在属于北部哈，这边比较可以容易到达的地方。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去？因为刚好元旦那时候很有机会，就是说遇到了像那个寒流啊，或者是遇到那寒流的时候，就会容易下雪。那你搞不好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机会，还可以碰到刚好下雪这种机会。北台湾前三名的迎曙光圣地，依序是新北市福隆、宜兰太平山、北市大屯山。西部第一名是位在南投鱼池乡的五城金龙山，接着第二名才是合欢山。而南部的曙光首选当然是和日出离不开的阿里山了。第二名是台南的二寮，可以观赏到中央山脉在晨光中浮现。第三名的高雄南横崖口是南横公路制高点，晚上呢没有光害，可以看到星星，所以呢元旦前一天就可以提前到这里跨年庆祝，隔天又有日出美景能够欣赏。而东部的太麻里最夯，离岛则是兰屿，而东台湾呢最受青睐的这个澎湖、果叶还有宜兰龟山岛，也能够从海平面看到晨曦缓缓上升，相当值得民众前往欣赏。